天地之间又是纷纷有，这四大不调的信息传出，其实花莲啊，在农历过年前突然间啊，天摇地动，也引起了国际间很多人的关心。到现在呢，还在看到哈，在国际间呐，那为台湾呢要尽一份心力，因为他们关心台湾，他们爱护花莲，这都是了已经久来因缘呐。厄瓜多也是啊，2016年曾经有一波呢毁灭性的大地震，慈济人用很虔诚的心去跟他们互动。隔年他们又大水灾，慈济人再次再去，更建立了更广更阔的因缘。所以菩萨所愿远苦众生，苦难众生呢也可以翻身成菩萨。去年的墨西哥大地震，厄瓜多菩萨呢也来跟美国的慈济人会合，他们变成菩萨，也跟慈济人台湾去的美国去的会合起来，开始在当地一边安住受灾人的心，一边呢就是带动的这个教义、我们的这一份的爱的精神能量，培训成为呢从陌生无缘无故的变成了很好奇很虔诚愿意投入，而成为现在当地的志工。这都是呢因缘不断的辗转啊，从这语系不同变成了可以影响到了这我们无缘故的变成了菩萨种子，菩萨种子也再来跟他们的语系相同，来跟大地布善种子，可以呢在墨西哥又带起了一团的自公菩萨。这都是一年不断的这样的增长，不断这样的互动的，所以墨西哥也有在为花莲的地震去募爱心，这种感恩回馈啊，那一种爱的启发呢，涟漪啦，互相的关怀，看的实在是很安慰啦。的确我们都已经看到了爱心是这样，这菩萨道这都是呢我们要往前前进的啦。台湾呢是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在付出付出，不管是深山或者是平地，是都会区还是呢偏僻的乡下，都可以看到了这蓝天白云的足迹，在香溪山顶看到了人衣菩萨，还有一群慈济人，总是呢不惜辛劳，这样干嘛开车40分，爬山50分。这总是呢，还是克服，常常去看他们。
对，你们可以买，不用害怕嘛。只是说你们要走好。对。哎，师兄，你要稳得行呢。哎，这里很陡哦，这里很陡，小心哦。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今天医书，医书了，医书了。你也无做这，小天你敢讲，无你敢讲。伊嘛跟你共姓了。你啥？这饼啦，饼干。哎，这要互你吃哩。哦。我讲吃过了，你阿伯忙来。哦，阿伯忙来哈，来看看那一位阿公啊，老得很可爱呀。慈济人常常去关心他，因为呢，他。都是一个人而已，从少年一直都没成家，没有成家，总是一个人，很乐观，很自在。但是这些主祭人啊，他都叫阿孙呢，如果带他小孩去，就说干阿孙，这种孙辈啦，一辈一辈地里出来，乐得他开心，他是什么亲人都没有，只有一个收养的养女，慈济人这样这样的爱他，这样的关心这位老人家。我钱他我看唔通，好啦，我钱啦，我无钱他我哩，我无爱你啊，安尼感情感情，好啦，妈唔通甲你借借钱唔通，哈，今天个钱呢，看有事用。哇！张国亮，哇！有一次意外受伤，是慈济人上山去把他背了下来，去就医，去住院。回到山上，还是定期的去关心他，过了新历年啦。他将近90岁，我们在一场的义诊，问伊讲：“阿你有倒位安怎无？”说话去给引导出来，他有没有什么症状？他还是很乐观。这两天熬啦，这个阿公在睡梦中啊，安然了，就离开了。那一天，基隆区很冷，又冷又湿。这一群呐，子孙辈啦，为他做这样的告别式，人人呢拢是伊上好的亲人，这真的是很可爱的人生啊！这我们呢应该。爱感恩啊，感恩人间呢有这么真多好菩萨。看到的缅甸啊也是一样啊，跟咱无缘无故提来的个案，大的出事安尼破，慈济人呐、啊，他们动员呐、啊、爱心力，这么多人动员因的庄啊来的人，用抬的。帮他在医院呢，让他治疗。慈济人到他的家去发挥修理厝，把厝呢重新搁个起好好。尽管是简陋啦，不过他们的生态是这样，还帮他呢，就是快递要出院啦，回来呢可以让他做个小生意，减轻。太太的负担，也可以让太太唔免出去打工，就可以过点啊，可以让他呢自己也可以有谋生的能力，所以帮他做这样的，就他现在也可以生活哦。虽然也无法度两去加大地去行啦，不过他可以做。起来，而且呢，那过点，他都很有智慧啊，用德国啊，用安尼，你的钱来，啊，我找好你的钱去，哈、哦，还是呢，很行得通，这都是改善他们的生活，他已经可以生活，换他呢，
也要做好事。总是呢，人生就是爱的循环呐、啊，啊，多么可爱！只要菩萨多用一点心，很自然呐、啊，天下生机啦，就如春回大地，生命总是呢，会这种旺盛起来。